心顶着一个大平头出现在友人聚会，也意外引起网友讨论，甚至有人发现他的脸颊似乎也变得消瘦许多。没想到14日就有网友上网爆料，自己在汪小菲所开设的餐饮品牌购物，是在12月份下单购买的，但至今迟迟还没收到。于是网友就私讯询问店家，请问还发货吗？没想到得到的头一副是公司破产了，建议退款。不少网友看到贴文也在下方表示，同样是在12月下单，却一路等到过完年了都还没发货。有人则透露当时客服的回复是厂区工人确诊无法生产，现在又传出破产消息，让网友们很是傻眼。不过该品牌客服表示，网友爆料的店铺非官方，也澄清公司没有破产，从官方订购的商品都是正常发货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